家早上好，今天是第二天呢。待会导游八点半会来接我们，现在时间是六点半左右。然后我要休息，然后就去吃个早餐，就等导游来接我们去逛逛了。好了，现在休息好了，我们要再去吃早餐了。拜拜。这边他导游说是那个布格林，那个布格林那叫的林加尼，布格林加尼的山脚，这它是印尼第二大第二高的世界的火山。可是去年八月那样的时候还有爆发过，然后现在地震导致他现在他的登山路全部不能上了，暂时关闭，要到明年才会开回。所以我们只能到这边看看风景，吃午餐，等下会去瀑布。